是没发现东西，然后刚刚意外发现这个，这应该就是所谓的自由之路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沿着这个红线走，看周围会遇到什么景点。哇，这个坡真的是。有一点下雨了，但是不会灭掉我们想走前往自由之路的心愿。热血，热血，热血！好，真是累。哦，这是哦，这是自由之路的意思吗 ？Freedom。终于走到了，这里就是墓园。我觉得我们被骗了，我们被骗了。对，